中国电信。中国电信亚太有限公司 China Telecom Asia Pacific 是中国电信亚太区域总部，覆盖16个国家及地区，拥有新加坡 FBO 基础业务运营牌照，可以运营全业务。中国电信不仅作为主流电信运营商，在全球发起投资并参建了大量海陆缆，也是智慧创新产品的集成服务商，致力于将中国电信在中国及海外数百城市中积累的智慧城市丰富经验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